昨天唱的是比较动感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, ，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排在 number eight 呢？你是坏，声音有点不好。你是坏啊，声音有点不好。没有的，没有同情分，没有同情分。他们尽力开心就好了，今天。好，尽力开心就好哈。好 ，OK， 来，你的参赛歌曲就是《爱你》，王心凌的吗？郭富城的。郭富城的，难怪他叫郭富城，他叫郭富城，他要唱郭富城的《爱你》。小孩喜欢听，所以我就录给他。你的小孩在有在吗？有，就是用手机录哈。OK， Hello， 小孩，爸爸唱歌喽。你好，你的声音跟昨天一样哦，放不出来哎。我的声音 啊，对，你喜欢郭富城哈、啊？你是今天的声音不是郭富城，今天
你是在参与歌唱比赛，不是在参与模仿赛。我的评语没有算在加分里面呐、啊。但是我觉得你唱有点像郭富城哎。啊，很好，就是他的声音哦，跟昨天一样，不大只放出来。没关系，可以拿他的电话，以后我们的歌台秀回家来参与啊。对，模仿。很好。但是老师，假如这不是模仿赛了哦，可惜对，没事啊，来桂英老师，你的麦克风是不是拿太远了、啊？我觉得是有，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觉得是有一点。下面听的，你声音是很小声。哦，因为我这边很大声，所以我变成我在。因为很好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听到声音是这样子的声音。哦，所以。因为我这边很大声，所以我就拉远。哦，其实我们每一个参赛者，我们调的音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对、okay. 呀、yeah. ，因为我没有参赛比赛过，所以第一次对我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以后你不要管，你自己听得多大声呀？ Yeah, 因为我们这边的 monitor 跟外面的是不太一样的呀， yeah, 不一样。我们是听外面的。哎、欸，听不出来，你第一次哎，听不出来。不过在家里唱整体来讲啊，如果你是模仿赛的话，你的机会蛮高的。但是这个是歌唱比赛，所以第一的问题就是你的麦克风太远了。对的，我们刚刚讲的话，你也听得到上面在讲什么，太远。第二呢，还有一些歌曲的尾音啊，你就滴啦吧给它过去就算了，没有很认真的去处理你的歌曲。但是整个模仿来讲啊，还算是 OK 的。不错。好，谢谢。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可能相对比较大声？因为我们应该通常都是在家里练习嘛。那家里你知道啦，可以调的声量就是那样大声而已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可以吵到邻居嘛。所以呢，今天因为你有第一次嘛哈，所以可能这个适应程度还没有这么的适应。其实你敢唱出来是 OK 的，大家都可以接受得到的。特别是你的 partner， 你的朋友，好朋友今天一直在帮你录影，还有。这个小孩在看呀，爸爸很棒哦，今天希望能够赚点奶粉钱回家。我还叫我们的这个灯光音响老师拍他的这个音响给我看。哦，他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对，我相信我们老师一定是大家的这个声量都是调在。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 ，Happy 啊 ，Brother。所以呢，我们 Kampong Glam 也会呢继续的为大家承办更多，希望未来哈更多的一些歌唱比赛。然后你就第一个去报名 ，OK？ 敢呀！我们要多多的接触，然后就会有更加的信心。你已经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成功了，踏出第一步。我们永远记得你是郭富城。还有，负责人，人家第一次给人家点鼓励，老师。其实你这首歌曲娱乐性蛮高的，而且你在台上又唱又跳，蛮有魅力。不过问题是说我们在比赛方面，你一定要声音很清晰的还给评判老师跟观众们听得到，不是单单你听得到。永远要记住，这个麦不要拿太开，因为大家的声音这样，或者可能你会感觉到，哎，我的声音太大声了，怕 speaker 破吧？有没有这样的顾虑？怕，会。不过你第一次这样的表现，真的难能可贵。呀，那没了嘞、啊！应该要给你个掌声鼓励了啊、哦！呀，谢谢你、啊！第一次参赛，等一下我召集一下。哦，可能送你这家电视机啊，哈，带回家。谢谢。OK， 轻松一下。那今天下来呢，我们要。